辆黑色自小客发现后方跟着巡逻车，紧急右转，接着展开警匪追逐，驾驶被车挡道，警方趁机逮人，两警合力将人拉下车。警方一开始看见自小客疑似非法改车，将人拦查，但27岁驾驶心虚落跑，一路油门狂踩，但最后被警方从车内拉出来。放我去！哇，警方你把你打我车上！打我！我警告你，要卖单！警匪双方在街头扭打，费了好一番功夫，将驾驶压制，趴在地上反手上铐。哎，我现在先跟你管束哦。就这样，驾驶全身飘酒味，经过酒测，酒测值超标，酒驾最高可罚12万元，拒检3万，危险驾驶罚2.4万元，无照驾驶可罚1.2万，改排气管最高可罚1800元，5项违规最高开罚18万7800元。经酒测后超过法定标准值，并抗拒警方执法。警方原本只是看到驾驶改车想拦查，没想到查获酒驾违规，27岁驾驶真的惨了，恐怕吃上18万元的罚锾之外，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记者黄世云、蔡双吉高雄报道。我是萧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